你撞了没有？有了，好了。啊，我们到哪里啊？上次看一下，徐州，徐州干嘛？我不记得了，算了。小佩有一点印象，徐州我就忘记了。我不记得，好惨。我还在回忆，你不要跑出来啦！还有，这次好像打到什么，在射日坡兵分两路，然后把百姓丢去徐州，好像是这样。好，一斤十两。哦，会卖呢。李将军的青龙剑，什么不可以问吗？还是很想讲吗？哎呦，所以是先偷干起来再说吗？你是不是先偷干起来？为什么有个台子啊？不知道干嘛。包家客栈。是什么？先修这些秘，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装可以买。嗨，老板，血气出红杂货也多，这武器会比较厉害吗？加20，加28，哎呦不错。天香鸡肉棒，哈哈，我喘鸡肉串，看一下，大法扇，也比较厉害欸。好，等一下看有没有拿到新的，还没，再看要不要来买啊？每个人都买有点花钱欸。包家客栈，包，哎。三龙宝器，哪里？哈？为什么？其他两个应该也蛮重要的啊。好，小心按到了。老板，什么东西？你要找什么？玉林簪子。哈？不要随便买这个在，可以自己收好吗？不能自己收好的。不用不用不用。波波，我叫波波，好妙。海客房，哇，这布局跟魔家客栈有87%像欸。
郎君，这个真的？哎，什么？啊？我有拿到东西，我只是想要跟他们讲话。待会。哦，物产丰富。孤可屋，这样。年轻人喝一顿有什么要紧？想约会约不成 ，QQ。奇香哦，哎呦。哇，他们还在揽客哎！哇，我们去看个两眼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怎么又是你？干，我觉得你的要求好像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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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自己拿回去，谁要你啊？你走开啦！我自己拿回去就好了。哇，他说我长得很威武哎，嘿嘿，好啊，我去，马上。雪花啊，长安是不是有个雪花仪啊？哇，你们认识哦，夸太。老师只赞小糖糖，小糖糖的好，其他家也都知道是不是？好，哇、哦，又是一个在吟诗的。哇，这个瓶子上面还有一个女生欸，薛公子，哇塞，那你可以去长安啊，可是海棠姑娘就在我后面，我不知道你们看到，但她其实在我后面，看来你对海棠姑娘的爱也不过如此，那什么破家福丸，什么鬼？道具，哎、欸，哎呦的，哦，可以恢复速度。哦，这跟这个房间，哦，这布局，好像跟哪间也很像呢，好像跟长安的某一间啊。有点像啊，微香坊。哎，你们小姐怎么只有一？你们的小姐怎么只有一个啊？很少呢。哎，有哎，这边还有一个，等一下看一下。为什么没声音啊？哦，好棒哦！我也想要这样赚钱，这样继续空话就可以赚钱，好爽。哦，啊，只是它里面没音效了，没有循环播放吗？啊，好吧。还有，我想说，该不会又像上次一样吧？吓死我了！可以这样吓我吗？不买、欸，极具灵性，普通，比较非常，它长得很像那个什么，刚刚打那个护皇血族啊，屈家屋，身上还香喷喷的。这是，你们好像很恩爱哦，不要打我们。杨婆婆，谁啊？苏凤，
天，哎，是一个天若宫的耶。哦，林真神就是室友。嗯，哎呦，五婆，啊，查查。哎呦，帮婆婆找小偷，好。这边是什么？城楼，上去看一下。哎，有宝物哎！哦，穿云弓，这名字听起来就蛮厉害的。放一下。嗯，那好妹子，我加49哎，哇，超多。结合力与美，外形雅致，公孙和公孙注重弹性与力道的结合，射神非常优越。好，那就是你了，装了。咦，你怎么选那么少？都还蛮大的，哇，将军府哎，紫雪哦，那海，哦，我在练功哎。谁？你要找谁啊？哇，徐州的人，徐州的事很多哎。魏阳，魏阳，魏阳的长公子，没有什么印象哎。武力练功的 ，OK。看起来蛮努力的啊！手去一下洛阳，洛阳在这边。展公子是谁啊？不是这里有个男的？哎，是他哎！机会，但错过是无法重来的。哇、哦，给他一年的时间。紫萱姑娘，紫萱姑娘，怎么？一年之后，一年。哇塞，你一个姑娘身上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啊？看一下，命中加6，普通。找簪子哎，簪子要去哪里找？先想不到，我觉得等一下就是跑剧情了。这里会有吗？应该不会在将军府吧？哎、欸，有宝箱。嗯，哦，哇，青龙剑哎，感觉就应该蛮厉害的。
怎么了？哈哈，你还要吃啊？吃起来，吃起来。对啊，他哥不是被抓走了吗？哈，吃完就去偷吃，哈哈哈哈。更讨厌，更讨厌杜大哥，哈哈哈哈。等一下啦，我们先拿宝箱，不急不急。哦，神风万里有这么就是现在客房哎，哇，张生府的住房不错啊，哦，太棒了，哦，原来就藏在这里，哎，耶，200块，18万，张生府东西很多哎，太棒了，短读单，解读的吧，哦，客房还蛮大的，我们去偷看一下雷布的房间，哦，哇塞。很大呢，但感觉好像没有除了床之外，好像也没什么别的东西了。哦，花瓶蛮多的啦。哇，这个花瓶上面有龙哎，有红烧满哎。哦，直接被打巴掌。哈哈哈！我吕布呢？没办法跟他讲话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可恶！好吧，还在睡啊？别再睡啦，睡屁啊！嗯，去找海棠姐姐。海棠姐姐，你在哪里？他该不会在刚刚那个提香楼吧？这个坛子，哦，这是那个刚刚想跟老婆约会约不成的可怜阿公。应该在齐香楼呢，去看一下。啊，他不在这，去哪里？我以为他感觉就是海棠姐姐跟他也认识啊，不在这哦，嗯。啊，是去哪里？在哪里？哇，竟然不在！真的假的？是他跑去吹风了，方面不在啊？哈？这可以去哪里？居家？啊，没有，我们只是找个人哈，抱歉抱歉，打扰你们，打扰我们约会了，抱歉。杨婆婆屋。哎，怎么这么点？哎，海棠妹子是去哪里了？
太扣分了。哎，在这儿。哎呦，谁啊？袁熙。哦。哇哇，五百点！哇塞，小哥出手很阔绰哎！哇塞，我谢谢哦。我很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事就好，人没事就好，没事的。哇塞，哇，出手太阔绰了吧！不可以喝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哇，一个大车追观众。谁呀、啊？该不会是海棠吧？这个感觉。感觉就是会碰到海棠哎、欸。这个发展。我看一下。哎、欸。啊，我以为可以拉着他去打架。没有吗？好吧。可是还是没有看到那个狗狗哎、欸，要帮他找小偷。成功先生是他的远亲，嗯。哇，徐州蛮棒的，大家钱好多。看，啊，果然在这。玉法，仇人之物哈？什么东西？什么意思？哈哈哈哈，小处男，小唐，哎呦，哦，看，果然。员工朋友，你好像不喜欢人家哦。哎、欸，去而复返，什么意思？哎呦，被拒绝了。啊，他有未婚妻了。哎呦，他喜欢的不是我。哇！可是人家不喜，人家女生不喜欢他。哦，所用正如你所见嘛。哎呦，真的耶！他的音乐到这边都停了耶。善良的女孩。啊，你刚不是看到海棠姑娘吗？你有什么毛病？你根本就不是真粉丝吧？她刚就在你面前咧，你还好吗？她刚明就在你面前。日神都吹风。嗨，海棠姐姐。怎么了？什么？你要干嘛？可是这一喊，全世界都这边很多人哎、欸，望思雅那边没有什么人啊。想想海棠花，把钱给我，我自己去买。不行不行，你跟他拿钱他会不行的。我没整理。怎么了？用折的吗？哇塞，第一张 CG 图哎、欸，哇，
哇，第一张 CG 图。哈哈哈，哦，气氛很好哎。他说他跳水了啊，之前说他跳水了，哈哈，哇，哇，好感度超级上升，耶！哎，你们弹完了吗？好。哎，是查查哎，啊，就是他。抢钱啊，扁他。哇，1.07哎，赢了赢了赢了！多少？233啊，还好啦，没关系。耶！我们回去给婆婆，你要不要跟我们来？你不要，好吧？婆婆，我们帮你抓到小偷了。什么？哦。婆婆，你怎么身上会有这个？谢谢婆婆，耶，找到小偷了。哎，你不回去找你的婆婆吗？真的？四肢健全，无病无痛。嗯，这谁啊？红甲。哎呦，哦，谁啊？二公主，冀州哦，冀州的继承人呗，哦，先把人家打伤，再给他们先伤药，可以，看他们还敢不敢。先把人家打残，然后再给他一些药，说："哦，抱歉啊，这是医药费给你。没有吗？我没有机会看到他打人吗？好吧。哎，我们回来了，你们讲得怎么样啊？你要是许都，不用许都，哦，跟刘备去吧。对啊，韩信，哎呦，韩信出现了，文远，谁啊？可是我们现在翻脸了，我们已经不是好兄弟了。我们上次一见面又打了一架嘞。张辽哦，是他哇！我们又有大哥代练了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吧？我想是这个意思，又有大哥可以代练的。吕布真的很大一只哎，看我才到我一个人才到他的腰而已，超大只，为什么不能跟他讲话？应该可以再说些话吧？不行吗？可恶，不能跟他说话。你就是一个摆事而已吗？会跟你说话吗？没有话吗？没有话要对公主说吗？哼！我们要去许都嘛的。可是我还没找到那个簪子哎，要去哪里找啊？
还是要换，我换一下好了，搞不好换前面才看得到。灯，我来找一下。嗯，我上那个嘛，呵呵，嘿嘿哈嘿。应该不是张天福里吧？虽然你们刚头都认出来。嗯，应该没有。这是有法杖吗？你找得到吗？哎，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找到了，这是什么？哎，干不是，不是，好，好吧。我没有看到法杖啊。在那里。主播，你有看到法杖吗？天路工人都穿得蛮浮夸的，看来感觉应该蛮有钱的。在哪里啊？哎，是这个吗？那个小贩，什么？花公主？也许是很是什么？哎呦，哇，土地神哎，哇塞！啊？哦，哦，阴骑士哦，好哦，哦，原来这边有一个土地公哎，哦，好 local。睡一下，我觉得阴骑士可以自己做。我看一下，巨石，对吧？那80，应该可以。好，这边卖一卖就有了。是因所栖息过的枝芽，使用后可以提高命中率。好，这是它了，耶！耶，我拿到了。土地公，我拿这个给你换。嗨。土地神是蛮辛苦的。你还是约不出去吗？哈哈，红儿该不是刚刚那个在外面被打爆的那个坏人吗？他不是也姓红吗？那人应该是谁吧？我忘记了。周安在哪里啊？有点忘了。这个吗？好像在客栈里。哎，对他，就他。好吧，你看还有什么事要做？好，这先做完了。
去许都。许都在哪啊？很近吗？小佩，是不是说之前上次就是在这边打架啊？哎呦，哎，这不是暗流吗？他什么张辽不帮我们打架吗？我以为张辽大哥要带练呢。没有报，没有大蛇可以报了吗？哎，小红妹子，哦，很多哎，你有三点哎，你要升什么？一百，好，哎，再加一点，好。哎，我看到老徐在下面，哎，我最后一头，许都跟洛阳好像近哎。哇，它的地板太屌了吧！哇塞，还有龙哎、欸。嗯，谁？这个啊，谁要打架了？全部人渣还什么东西？夏侯家叛徒！哎呦，你们自己开始自己人打架是不是？哎呦，嗯，啊，被冲散了。怎么办？那你呢？我早就想跟他打架很久，是这样吗？哎呦，还是要打架啊！想到像没有打架一样哎。感觉有点久没有打架了，我现在。要回忆一下。哈！哈！黄金，步行的力量保护，铁壁之圣。哦，要先打一下旁边的人。我看一下，地日千光。他先打一些小兵，他可以继续打架。夏侯妹子快不行了，被他不是了。哎，这往后倒啊！那你们集中都跑快点。要打几个人了？怎么真打他啦？哦，然后他打夏侯妹子，你真的很针对他哎，特别讨厌人家。打几个？这范围有时候可以打，有时候不能打，怎样？为什么？这样就只能普攻了啊！不给我打后面的话，防御防御。要打几个？
哎，张辽支援，是张辽是没有显示哦，但他是有攻打啊。原相应该是可以打的吧？全力攻击他，干一下，哎，干！张瑞头死翘了，不、哦，不、哦，完了，完了，我要 loading 了。啊，自动好了，我觉得这样大家会应该完成一点点，大家应该可以打一下。完了。演唱会演，我有他的提示，我说这个阵法破了，干竟然没有，靠北，完了，就像好妹子没有分到，看七九四二，哎，不行，我楼顶嘛的，你们可以讲好多、哦，万一不满，加这个好了。你家这个五，五块钱吧。吉平先生，哇，这个信号不像中国人，像你很近啊。干，我有点嘛的，什么东西啊？好险我有存档。哎、欸，不是许都啊，我们要去那个了。对对对。哎、欸，有的人是许都没错啊。好险好险，我有存档，再打一次。他竟然没有提醒我。假和尚。好，来。爹爹不行，但他要死了。这样应该可以打他的。107。再补再补。耶、yeah, ，OK OK， 接下来就是，好。啊，我玩错了，算了啦，应该本来就是一日长生存，应该没关系，应该没关系。还是要用黄鼠控比较好的，不然他有的范围选不到。等下，等他，good， 华佗秘药。
好像增加一点，好少。嗯，好。走吧，给他们打，加油，加油。哦不不，我不想这么早就过来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要等一下才进去，怎么样？干，我还没有逛一下许都就要进去了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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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要，太糟了太糟了。哎，有宝物哎，等一下啊，杂货铺。哦，真的是通的 ，OK。九八鞋，好的，应该跟刚刚的差不多。换下脸，哦，七千七百九十两，很多哎。看来徐州也徐都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。哎，这里有一个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给我给我。嗯，药物普通。还有很头。哇、哦，它上面还有，哇、哦，还有包袱哎，哦，哇，哇塞，看来这边就是要去见皇上的地方了，我猜。我很多地方都不能去啊，各大各大可以去。哇，你整大鞋子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们等一下就要去逃难了，就是不用。哎呦！大家都在想要站哪边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没有东西，没有，好吧。没关系，嗨，别想逃，哇，我们好神哦，还可以在那边讲，跑去人家说嘿嘿嘿，比我下，没事，可以讲话吗？应该不行吧。他们在忙着打架。嗯，改成多装他不能去。好，好，大家没什么地方好去了，我们只能先进来。哎耶，百脉疏通闪，啊，感觉就是很舒服的东西，吃了会舒服。这里，好，后院。哦，这什么？探雷。哇，你家后院怎么还有一个？这什么？啊，我刚没存档哎，应该不会掉。先躲起来。这什么、啊？是小波块吗？是三 Q 吗？食人。不要抽你大肚子，超级没有礼貌的，想被打是不是啊？真的吗？怎么了？奇怪的声音，你们会把他打字吗？
不要乱摸人家身体。第一，阿姨认错。啊！哎呦，不要去了 ，what？哇塞，这是什么密道啊！哇塞，哦，大家分散了这样吗？哎呀，现在只有海棠妹子先存档，哈哈哈，忘记存档了。同知密间，哎，是谁啊？感觉是什么皇宫的地下秘密通道之类的。同知密间，哎，有宝物哎，这是什么？神秘开关。先迎接的左栅栏。哎呦，怎么会有这冰块？哦，卡山丁，扁他。一个人打好棒的，一把金子，走，青之秘诀，秘宝物，哦，哇塞，这弓看起来也不错，白骨弓，哦，千年阶也就这个。我这边是怎样？我看起来有点复杂，应该是这个。哎、欸，我们妹子，海棠妹子，加油！我这边挂好帅，真的好帅！不要再逆袭了，但是我这样都要抽到好人好物了。折返，哦，这是另外一边的吧，右边的。好，我们刚刚有开左边的，我们可以先去隔边。哎、欸，不要不要，跟你们打很耗时间，虽然你们很菜。哎、欸，哦。还有爱心塔筒哎，耶、yeah ！好，太极道袍，水碧堂拳，我喝水了。啊！又要开机关啊！有那么多机关要开，有那么多。海棠走路的方式有点小跳步的方式，好可爱，卡哇伊。哎哎哎！有啊！我不要，真的很麻烦呢，不要。给他，大型气象，
真的，他们去哪了？行之匿迹。怎么没有？搞屁啊！看，怎么都没有？啊，是我回去看吗？好吧，我回去好了。哦，不要，很懒哎。去过了，那就是那什么舍利塔。到过去。哦 ，OK， 那可以去后段吗？金银铜，这边不行啊，这边没路了。哈？你这边也没有东西啊。哎，中间那个，哦，我还以为是，对，那个亮亮的，那这边应该也是，这边没有靠腰啊，哈哈哈，啊，那刚那边洗的，该不会有吧？该不会有那个拉杆？叶子呢？我读的真的。怎么这也不地方？不地方哎！真补不起来。我去看一下刚刚那个奇之蜜糖。奇之蜜糖，啊，这里有，哎，有哎。我不想碰到。都是这边，这边，这边上去，再下去，就会到了。哎呦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我不知道他们眼睛的方，我不知道这些墙壁上的石像的眼睛的方向怎么决定的。有没有什么恐怖游戏的氛围？虽然说他们不会动，如果会动的话，就会像那样。
铁之木间。哎，啥？我看。耶、yeah ！哦，那就这个莲花了。好，我们回去吧。不能去地院了吧？嗯，对不起，有好在。不能去了。他走右边了，很长哎、欸。左边开了。这边有点闹水，加油！那我比较多。要打多久？哎呦，还烫到底！野的吗？哦呦，要过来！走开，走开！哦，有钱捡哎，爽哦！也太大啦，把这么弄成了吧？哪招啊？哈？不会等一下要打架吧？怎么这边又有一个塔桶？啊，有鬼！龙珠阁，哎呦，好像偷偷看到什么。哦，好险的，五圣赐龙珠。青龙剑在吕布手上。进去。哎呦，哎呦！原来心腹是暗情轻重。哈，叛朝已经完了。啊！哦不，妈妈被抓走了。哇，就是一个路过的人突然不小心冲进来。先帮自己加加好了。你才打九兵，干禁军太贵了吧？是刚刚在那个密道里面的都是禁军吗？真的是不怎么样哎、欸，扁他、啊。哇，禁军太废了吧？我们今天打不过一个二十五等的小姑娘。弹，点他！
哇，这个天哪，金军也过太爽了吧！哎，不要命死啊！算他们很菜。怎么狂命？哎呦呦呦！哇，这军也太菜了吧！但是其实我看来也不过如此。哇，这是一个海棠独秀的回合，简单 easy。他要杀谎，他要杀他。哎呦！哦，好新手，谁？啊，不要，你们不要当海棠妹子，走开啦！哦，那我们要拿吗？同之逆天，我们不用拿。拿走了，锁定墙后，我们要锁哪里啊？天行道，我怕我锁错地方，还是不行。他限制建筑没有要加入打架行列，好不？好不？钢之逆境，上魂曲，哇，是新招哎！海棠的新招，不忘了，我来看看新招哎！哇，1928套的，上魂曲。三层更广哎，太棒了，更广范围了，学一下学一下，等下试用一下，走走走，你们打你们打，我先走喽，加油，炸红妹子加油。到我这里吧。哦，真的很难打的，然后再一个打一下，海棠，海棠，不要命！怎么了？凤凰，我先让这个与相互的朋友是最相信的。谁？不，他的宝宝上面啊，我好惨哦。海中的你，杀他！还是直面一剑的光。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啊，你们要帮他治伤吗？啊！我，哇！哇，这个，被大家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看一下现在打的，应该差很多吧？盲眼是怎样？其他506点，很多哎，感觉蛮适合练个灯的。来打架，远开！糟糕！哦对啊，哦是来的那个地方吗？不是耶，不一样。开一下。怎么什么都没有？国际对。这个也太神奇了，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耶、yeah, 啊！果然皇宫就是有些好东西。点他！我100多条人命耶，好多神器伞。升级了好多，然后这边那就要出去了。我稍微看一下有没有隐藏宝物。为什么皇宫领导没有鼻涕怪啊？没有用。龙珠阁。走开走开，不是，差点就碰到了，好险好险好险！行行行，我觉得密道的地图做的不错，
喜欢的。应该不会疯到吧？很好。行啊！那我们很好，打得很快。没有。我自己刚去了。不要六连击啊！刚刚海棠大概打三下啊，感觉应该三个人就可以对付五只。这可以再拉回去吗？干，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走到位。没有了，怎么了？直接进军超累的。好，我们要回去了，没有人抢宝物，我直接阻挡，这样可以快一点点。哎呦，抢宝，行了。哎，他好像拿到什么靴子之类的，没有看得太清楚。等下去上面再换。速攻之火，那是什么？是谁在逆袭？稍微帮大家装一下新装备。哦，这个啊，铁长同学，27+10，那是给你啊。那是不是慢的？应该是杜燕吧？哎，没有，是啊，干你这么慢的、哦，你快一点，你快一点，你太慢了，太慢了，太慢了，走快点。助攻，加速普通攻击，攻回气时间。哦，所以如果是开自动的话，就会打快点哦，还蛮实用的耶，意外的实用。太极道，哦，可以修道之人所得之力，这个把手的，太极剑，打其他人，速度加15。嗯，给你，给他100而已。体力减50，哈，竟然会减50哦！哎，这是你的哦，
仙界的精修，香肠吃了之后可以净化体内的晦气，以达到去病养生的功效。这就是一只仙界高级鸡腿一桩。也别穿了，也不愿穿好了。金头角，好像不一样。羊肚子，能穿吗？哎，你可以穿的。为什么皮都会剪掉？是啊。哦，我装这个，哦，那你就继续穿啊，没关系，反正你这样后排，我直接穿啊，给你穿好了，你站前排的，给你，啊，我知道拿到白骨弓，49，哎，白骨弓比较菜哎，啊，好吧，那你就继续穿这个吧。破皮是 AAS， 加12加18，113179，你又可以穿穿海棠掉下河，啊，你穿掉。出去了，嘉德殿，梦中才会出现的地方，哈哈，就连到皇宫之内，一步登天，嗯，不能说你错，哇，好贱哦，哇塞，嘉德，哦，不会有人发觉。哇，有真好漂亮啊，好漂亮哦！哦，紫平先生是应该是 B 四是医生，哦，哦是御医耶，哦，嗯，没错，我们要好好探索一下客房。好，哎，我公主好漂亮哦。哇，刚皇宫应该有一堆好东西吧？哎呀，皇宫不是开玩笑的啊。哦，又客房，干睡啊！一来就是睡，你在靠背吗？干，你好像很爽哦。顺便跟杜燕睡了一觉，好哦。嗯，那边有什么？哦，就是这个客房。哎，这边有一个，是什么？好像的。哦，应该是永久加属性的，我要看名字的感觉。哎，海棠妹子，要不要也来睡一觉啊？超生气了，超生气了！他应该还是对刚刚那个很傲慢。哎，怎么样？我就是要进来了再出去啊，怎么样？啊，我身上有一大堆，身上还有弓箭啊，我身上有一大堆武器。哦，皇宫就这样哦，嗯，这样就说完了哦，嗯，好好吧。皇宫比我想的要小一点，对嘛？应该要有什么天子皇子的吧？哇，16，啊，哇，哇操！他房间，等一下，那他要睡哪里？不对啊，天子房间没有，怎么没有睡觉的地方啊？
虽然那风景是蛮好的，还可以看就是荷花什么的，可是怎么没有睡觉的地方？就睡在这吗？还是这只是算是他的书房？那他要睡哪里啊？感觉就是啊，这应该是皇上就是改公文的地方吧？可是他又叫做天子房，奇怪，是要睡哪里？公主房看起来还公主房就很正常啊，还有床我还有书，对啊，公主房正常很多奇怪，天子房怎么回事啊？哇，还有琴哇，公主真有雅致。可是不对啊，天子房没有床啊，不是？为什么？你不要睡觉，人还是要休息，你还是要摆一张床吧？干，我再看一次，应该不是我的问题吧？对呀，没有床啊，怎么可以没有床啊？难怪他会累成这样，他房间没有摆床啊。你们没有发现哪里不一样吗？你们这些宫女跟太监们，你们没有发现哪里不对劲吗？没有床啊，没有床啊。皇后回来冷风亭，这名字取得好妙。没有人发现天子的房间没有床吗？不然他去哪里睡觉啊？我是觉得你们禁卫军我伸手再练一下好不好？原来好精神，好，这样就比较有皇宫的感觉。建安宫，我觉得大家一定都以为，大家都会觉得天子房有床然后结果没有，天子房超空虚的。哎呦，加入又一个要加入曹操名下的家伙，哈哈，谁啊？哪个门派的？字帖？是什么？陵墓吗？薛家将军府。这边是曹操家，是你家哦。不管，我就要进去怎么样？我就要看看曹操家有没有什么好东西。没有人他不在，好吧。将军府还可怕，但是他将军府门口竟然摆了这个，摆那个龙，蛮嚣张的啊。郭家偷偷喜欢郭家大人久了，大家都想看郭家大人。哇，郭家是很帅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追星的感觉。OK。好了，先给我。怎么会有蛇蛇？你可以跟蛇沟通，你很熟。但是蛇蛇长得有点好笑，就是了。怎么了？他去哪里了？神仙湖。哇，那是个东西，又是你呀、啊！我不要，一定又提贵了，一定又越来越贵了，20008000没干，之前才4000，不然就没有啊，干疯啊！女生店哎，哇，在正中央哇，地理位置太好了吧！明天有男生省大档特点。大蛋祭典，有宝物，我看啊，你们勤劳
信封都供什么给他们？不是不是哦，小无香掌精药，这什么掌法吗？看一下，哎，正在练，那你可以吗？好吧。盘组泻药啊，是我们家的夏侯美眉吗？他是在说我们家的夏侯美眉吗？灵气感应怎么会有个灵气感应这么出奇的东西啊？夏侯美眉哦，这是一个一本正经的传道哦，这边有一个耶，我们也是哦。哦，理发店耶，哇，好像有理发店。哦，理发店也有甜点，真不愧是皇城。发质，他有头发啦，这边。哈哈，我看来很会做生意啊。何首乌。小妹啊，他家的小妹被爱情之咒绑走了啊！哎，狗狗，拉拉，啊！哇，蜜儿，你该不是认真的吧？我觉得蜜儿是认真的。1200，哈哈，嗨，你想加入也负担不起。1200换一颗赤灵石，嗯，好的。哇，狗狗好东西哦！听说只要你被卖掉，就会跟一样，跟人一样莫名其妙的死在战场上。哎，你好像很聪明哦。如何阻止百姓错信邪神？不，在你身边里面摆的不是一个那个蛇神吗？它比较像那个，它比较像那个女娃吧？还是他们的室友也长得像那样？保护兔，我刚刚去过了。你今天怎么样来着？我们再晃一下。哎，一起干！你在哪里？我们好都好痛啊！你又来半夜了吗？我看，我看，肉饼团。你们的手是同一批人吗？我有点忘记了。不行啊，你要练好一点啊，练好一点，练好一点，拜托。哈哈，大小姐出来玩。哦，哇，又是一个幸福的小两口的感觉，他们家也好大哦。你看，连一般平民家里都有床，天子宫里没有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天哪！哎，是那个小鸡吗？哥哥，哎，我找到他了，他爸爸，他在长安。对啊，你们这么远，你们要走超久的耶。我们还可以顺便带哥哥来哦。我先去长安一下。好太远了吧？你们家分离的好远啊。哎，老师他还抓不到了。
我是不信的那个。不要滚。哎、欸，我找到你爹爹啦！哦，赶快去找他，赶快去找你爹爹。我们去许都看一下还有没有找到阿迪。找到了吗？耶、yeah, 恭喜恭喜。超远的耶。这边刚来是有点不知道是哪个门派的。这边我走过了，对吧？这是那个看起来有点像灵魂的地方，就是祭拜的地方。哎、欸，真没开哎、欸！存档。哎、欸，原来是后院走那个。石头，哎、欸，它不见了，可以再下去吗？我是不要了。哎、欸，石头人不见了耶！快点，我们去去治伤吧。怎样？谁呀？啊？你认识我吗？啊？什么？这个北北认识我耶？哎、欸。是金楚谦，应该是说他爸爸吧，楚哥的爸。啊，嘿，嗯，好像没事，他没事啊。哈哈哈，什么东西？翡翠琉璃瓶，哇塞！你小时候都喜欢这，都喜欢这种好货哦。好，嗯哼嗯哼，好，好，哈哈哈！我觉得难讲，我觉得难讲，北北你要小心哦。神仙翡翠啊，他就可以去自娘那边了。走吧，等一下，哎，他不在这哦。好吧，我们要走的时候都可以来找他。我们去找海棠姑娘。嗨，哎呦呀，等等啊，海棠，小棠，我们来啦。哦，白墙之剑，哈、哦，可是我找的剑比较好。百味猪蹄旁，哇塞，可是没有，可是我现在装的比较好。那等一下再来好了，感觉后面一定有拿到什么东西。不急不急。不知道这边是什么没有？
睡爽了没啊？该起来了。还在睡啊？结果又跟他睡了一觉。好哦，是真爽。哎，海棠姐怎么不见了？没关系啊，很安全的，反正天子房也没有床啊，他们是不能搞什么的。哎，果然是两个人在讲话。下地流变。鸠沙是什么？你不要出来跟我抢海棠妹子哦！哇，可是应该很难。集中他的力量，好好火、哦！走走走，我们去天子坊，三年之约，走。我们就光明正大的走进去，走。嘿，哈哈哈！你的什么？长蝴蝶，快快快！哈哈哈哈哈！笨，好废，好废，超废的，超被打，超被骂了。听了一点点，差强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呛海棠妹子？干，海棠很正的好吗？干，看看自己长什么样，好不好？点他。大笨蛋，干嘛？啊？你哥皇兄，你跟他哥很好哦，真的假的？哎，你赶快去追海棠妹子啦！你在干嘛？搞一次追海棠啦，你这个北七哦，还在那边跟他聊天，干白痴，你是白痴哎，干，哦，君和，君和，你这个大北七，对，我刚跳过天赋吧，去偷看吧。你们还要聊得很爽，是不是？没有了，不见了。该不会还在睡吧？从头睡到尾。
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他起来了，他起来了。你有在吗？鲁渊。看似他不能待在七百步，稳住。啊，这样是可以的吗？还有，哦，是那个国家哎，是外面有粉丝的国家。可护快兵包围信平定军，擒捉吕布。嗯哼，另有奇谋。共商联合之计。哈、啊。嗯。哎呀，袁术来了。你怎么知道他有天龙剑啊？真的，干他都来了，还在那无反应之举，看假赛啊，还要按兵不动，干屁嘞！干你是不是不想帮啊？涨那么多，干有鬼啊！人家打来还说哦，我们先看看状况，干支持吧，干，耶，干你自己流出来的，好好充实一下。公布我们来啦！哎、欸，他去哪里了？我们要找他是不是？我猜可能去那个冷风亭了。哎、欸，怎么在这兒？不跑去哪里？你有没有看到公主啊？干！哎呦！不是。跑来这了，吼，是吗？那干嘛不讲？在哪里？哎、欸，这是张辽啊，啊，那个韩信呢？镇江，对呀、啊，好，干那个国家是在靠背什么？哼，哎呀，没有大哥在打了。好，有鬼，刘皇叔，怎么怪怪的啊？感觉怪怪的呢，接人家一下又在那边说哦没有啦是误会，这感觉
就不是很对啊，觉得怪怪的。我怕等一下要拼拼图了。哎呦，哇，你怎么在这啊？你是可以随便跑出来的吗？连接江东孙策，不少的孙策长什么样？哈哈哈！哎呦，公主好像，他应该不能去吧？他还要做事啊。啊？什么？哎呦，微妙。金翅鸟之智者，好哟。哇，你还把错误都给我，哎呦，你好像很那个哦。也是啊，呵呵，先拿给他妹。哦。啊，这是他黄忠的东西哦。好，古神产品之二，哇，好多东西哦！拜拜，你自己小心哦。哎，他怎么知道我要神仙护身？看一下后面。果然又要来这个啊！快快快，快练快练！要偏哪一个？哎，不对，这个一开始就是对的，靠背。耶！修罗伞。一起练，一起练啊！好看吗？怎么又买一个修罗伞？不服！四级，我可以飞耶！太棒了！落雷，我还可以复活哎，我赞啊！地图上的隐藏矿石，看啊！哎，碎岩子，慈悲修行，反弹之地。好，这先选一就好了，一点都不急。修罗伞是什么？啊，这个，哦。哇，你终于可以学新招了！小鱼香港，一个人哦。哦，哇，这是攻击技还是放状态的？不确定。古神产品之二，我想看一下，干不可以看了，天龙气可以来打架，不行哦，好吧，我把后面的那个拿下来，对，我后悔，好。
那连工资破了不是吗？到底有三成几率造成一次普通攻击，哎、欸，不错哎、欸，这个不错。我看一下，所以哎，哇、哦，好大一只哦，阿紫锦哎，哦，紫锦都小小只，哦，看起来超大只，好好笑哦，好看好看。我走路哎、欸，好好笑、喔！哇，直接一口气拿两只，很多呢，怎么那么多？他说可以看看是，我想看可不可以选神，可不可以去那个神仙岛？之前有去，可是不给钱。尽量是你的，干不给去啊？好吧，哇，这手上好像还有点，有吗？啊，嗯，干，哎，真的，哇，操，我的力量超多哎。嗯，你有点慢，慢你加速。哇，不能去。这边可以上岸吗？不行。嗯，这边不能，这边不能走。好吧。我看一下。看一下可以看到矿石是什么？哦，看到矿石是什么意思？地图是指这种大地图，还是指那种？嗯，去那潼关水路参考一下好了。走开，走开！对，用键盘都过不去哦。岩石怎么样？哎，对耶，门框不能去做夏侯梦之家耶。哈哈哈哈哈！简单。怎么那么多人啊？走开走开！对啊，夏侯梦之家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怎么跑去妹子的房间？这么没礼貌！哈哈，又要再抓一个。哦，要有酒才可以拿来请他，才可以把他抓来吧，我猜。嗯，所谓的远看是什么意思啊？对，我要走了，不要。
啊，没有了，我走了，出去出去出去。啊，这个好像，这个好像以前有的地方，我忘记是哪一张图的有的地方，但是过不去，那我还是可以，就是讲的没有飞行之类的。哎，这边有个好像也得不了。铁长筒靴，我忘记是之前走哪一个地图了。嗯，我去走过五行线啊，是那个嗯。好像是又好像不是，看一下看一下，所以是我们可以这样就可以分吗？哦吼吼吼！你还敢在金鱼啊？不是，应该是那个一个地洞，是。啊，那是好像有还是没有？忘记了。看一下这什么东西，快快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哦，但这个应该可以飞吧？我们这边不能飞啊。王子哥哥。哦，我想按撤退，然后按到自动了。嗯，算了算了算了。来来来。可以跳过来吗？干，我刚刚跳的。给他，快点点，打他。人好多，好多人啊。怎么你们还躺在这啊？天哪，都躺多久了？嗯，好多人，哦，太多人了。忘跳了，忘跳了。从光水路不是走这吗？哎，不能走了。从光水路是封起来了吗？哎，对耶，从光水路封起来了，之前还是有来的啊。技能是说什么？看见隐藏的秘密宝箱，
我们只是情侣吗？隐藏于地图上的隐藏矿石啊，有吗？地图上，那应该大地图应该也可以再算在里面吧？点他。这张女装蛮近的，可是没有啊。差不多要关了，哎呀，走开！我们回去看一下娘，然后就差不多了。啊，我们今天去杭城了，发达了。耶，真酷！啊，我们连古堡都到手了。走开啦，我直接回家一趟好吗？呵，天哪，这里还是烧成这样。我们现在身上有很多钱了。嗨，娘，我们回来了。我看我身上有啊，373。比上次多大概五六千吧，我猜。没有偷跑啊！哦，还是很，他还是不满意耶，难过。我娘还是不满意，我赚的还不够多吗？我也没有买新装备啊，我都捡钱捡到徐州，捡到徐都去了，难过。上面的也没有。镇江了。啊，上到了，在这。
到底哪里有矿石啊？好，今天就先玩到这了。我乐该睡觉了。好，那今天就先开到这了，拜拜。